啊，各位同学，啊，咱即马开始上闭幕式哈，啊，欢迎咱的仪长来甲咱上课，好，请热烈掌声一下，谢谢。各位同亲，大家午安，真欢喜，咱初级班啊结业啊，大家拢要回去啊，啊，但是要回去，要甲大家讲两件代志啦。第一件是啥物？告诉别人。第一件，就是要拜托大家亲戚五十，啊，朋友。八十，大家小少来办身份证啊，确定啊，要现身说法，这个影片给大家看。搁第二件要拜托大家，叫较有专业的少年的啦。伊来上课，啊，有诶讲啊，阮年纪较大都唔好来哦，唔是安尼啦吼。我讲较少，因为伊要为人民服务诶时间较长啦。但像我可能无几年啊，都爱转去啊，啊，所以讲爱招较叫较有专业，啊，较少年咧，伊要替咱。台湾人民来做代志，较久啦。好啊，这两点拜托啦。啊，就是我今仔日直接闭幕式啊，就是要甲两天来算啊，算算下多两暝三天嘛。所讲的这些啊，讲师。介绍的大概笼统一下，把它组合起来，咱过来学习一下啦。好啊，和大家来要问问题也好，好，也是讲啊，看这个影片也好，也是讲你要讲心得，哪会使哩？好啊，这个时间是开放。好啊，我现在啊所准备的 PowerPoint 啊，就是要甲大家讲，感谢大家来啦。有大家来，咱的成功的机会搁较大。家己为家己拍拍啊，这里。大家拢有责任。啊，唔是讲啊，恁迄几个人啊，恁公民啊，拢爱有责任啦、啊。所以，咱大家拢有责任。啊，咱大家拢有责任，就咱即马了解啊，清楚啊，啊，等下好好啊去表现一下。好、哦，啊，这就感谢大家啦，吼、哦。啊。这个重播一摆，那世界上本土台湾人，你有外国要转来，你拄啊住伫左营附近，啊，你就去遮甲看卖一下，吼、哦，这里就是啊男子加工区啦，附近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啊就是啊。加昌街两啊，加昌路245号，好啊，电话是073602915。那世界
的本土台湾人，你回来都可以去那裡。啊，实际上咱台北市哪有？咱看啊，确定啊，咱只放台北市的，甲世界本土台湾人啊，讲你呐回来台湾啊，就近啊，台北、三中啊、桃园啊，过来啊，彰化啊、嘉义、台南。高雄、花莲、宜兰，拢有咱的申请身份证的所在啦。吼、哦、啊，鼓吹大家吼，啊，这大家我足清楚啊，这啊是，起码要甲大家讲吼，讲到这，我要讲一个小故事，予大家清楚啦吼。咱足尊敬的李登辉总统，伊讲伊要会审呐，大家思考看卖，伊要会审，啊，美国啊讲安怎，袂杀你，嘿，咱先看到报纸，感觉足奇怪，啊，哪会讲美国讲袂杀你，会审都足好嘞啊。讲袂杀你，是虾米原因？这一点吼。第二点，阿扁总统讲，我要参加用台湾共和国的国号写一个批去送个联合国去啦。啊，联合国甲你退行啦，拢无甲你开哦，都甲你退倒转去啊。阿扁也讲，啊，无咱带伫咱遮个人，咱来公投啦，咱来决定咱的代志啦。咱成立这个国家，咱来公投。啊，美国讲啥？你是麻烦制造者啦，有啊无啊？啊，去想这两个问题就好啊。大家想，哎、欸，佮阿扁也讲安尼讲呢？讲李登辉总统都无法度好做啊，我也无法度好做啊，无可能就无可能啦，是安怎无可能？即卖即个甲你解答，即卖即个解答，即个叫做罗素啦，啊啊，伊是啥物？伊是迄个美国助理啊，国务卿是管亚太地区。的助理国务卿啊，罗素，伊奈伫这个时间点，四月七五提出说，美国支持台湾啊，主地啦，这个是啊，奥托啊，诺米是安怎安尼讲？大家，你想到的，有要发表一下，若要发表也手一下，是安怎？伊伫这个时间点的，大家去想这个问题。头拄仔我讲，两个总统拢总做偌济连续做21年，讲无法度就无法度啦。啊，伊即马甲你丢出来，咱去想这个时间点。咱伫这个时阵丢出来，大家去思考，3月30是虾米代志？3月30，太阳花整个世界拢同时在怎么游行嘛，抗议嘛，50几万人行出来。欸啊、美国伊就表示意见啊！迄我你讲哦，美国甲咱遮个时差，伫算来差不多，咱跟因一工啦，吼、哦！所以伊个时间点啊，
伫这个就是因为3月30，世界本土台湾人诶太阳花运动拢行出来，啊，所以美国赶紧表态支持安怎？台湾互恁啊，主地啦，主地是民进要人呢。民进有啥物人？大家拢足清楚嘛，吼。伊是主要占领全国嘛，啊，这块土地啥物人诶？日本天皇诶嘛，啊，所以民进要人呢。这个主题是安怎进行？哪个加拿大、加拿大、哪个澳洲、纽西兰，因拢属于什么？大英国协对不？咱阿伯啊，可能要行的路就是安尼。啊，无伊那个。咱第一次在华盛顿 DC 成立酒会时，上这两百度，啊，而且这两百度，这两百度不是咧挂好看的咧，这是足大意义。这就是啥？这是美战呐！啊，奥巴马先次就职美国总统的时候。手持本圣经啦，有个人讲啊，这阮凊彩买啦，有路边摊都有咧卖啊呾。感恩呢，搁送一份，这份啦，这就是二重桥啦，要去买皇宫，拢为遐经过啦，我为遐经过三摆啊。我准备我第四摆要再去，大家来斗阵来好啊，好啊！拢是十二月吼，啊，十二月二十加二五这个中间，啊，那应该咱看人数。最少啦，咱一去拢105个，啊，223个，啊，105个、108个，安尼咧去呢。所以，我看大家拢看到吼，这个机啊，三年啦，拢入去皇宫内底啦。有人去，才有这个机啊出现呢。无以前拢是啥，敢若一支尔呢，清一色个呢。伊要入去遐是两道关卡，无遐简单，互你带其他个机啊入去，拢收收起来。所以，安尼就足明显啦。咱即讲互听，你敢凊彩甲举一支机啊，看会得入去无？啊，这因为恁来遮上课，才了解这嘛，啊，无恁哪会知？恁也毋知嘛。吼、哦，啊，这就是即摆要讲，就是讲，伊要互咱自知啊，是面顶即个天皇，天皇讲好啦，互恁自知啦，因为美国答应啊嘛，啊，即摆就爱天皇讲啊好，因。现在等在日本的修宪，修宪完了以后，啊，日本天皇说好，台湾给你们主地，啊，我们就可以主地，啊，以后我们如果像加拿大这样，像澳洲这样，像纽西兰这样，啊，因有，那个有做大英帝国国协，这样敢不错？大家去想就很清楚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，这就是啊，
咱交的税金啊，拢互因安怎？乌白来啦，公务人员啊，叫你去创啥？你知影无？吼、哦，电池官网啦，啊，这啥呢？伊这个美国福大的教授，啊，迄间可能开啊开用从啊，人变入去入法院，伊也锁入去啦，锁入去去，大底一个开起来看讲，我啊发现到这张啦，这张咧讲啥？行政院这的人员，咱这的公务人员。逐天都要点啊50次啦，啊那无点50次啊，你讲啊你工作不利，啊这拢是咧骗人啊，台湾人，因为表示讲哦，因的政策偌好都偌好，你看大家拢按赞，啊你看这，是不是？予咱交税金，要叫因甲咱服务，因毋是啦，因讲因是啥物嘢啦？底下咧做遐有空无算个，拢做骗个。啊点小姐，你无点，好啊，就写小姐。叫小姐，你看，叫小姐，你看。所以，大家去想，咱的政府安尼咧舞啦。所以，咱是在足委屈的。啊，拄到这个啊，流亡政府都无法度。啊，即摆可安怎？你知影？惊到啊！伫国外的社团啊，甲这个学生囡啊，响应太阳花，3月30日，重要的国家拢行出来。伊即卖咧创啥呢？外交部讲出来游行这个团体啦，啊，甲遮什么人啦？爱去啥？爱去收集啦！啊，这收集啥？讲啊，在搞白色恐怖啦！啊，你大家唔知清楚无？啊，这就是你甲咱讲啥？讲，即个出来响应太阳花，即个做运动诶，反服贸诶。啊，黑箱啊，反黑箱的啊，家拢出来游行啊，因即摆要收集伫海外啊，要收集讲啊哪些人去参加啊，这就是啥白色恐怖嘛。较早我若伫国外足久啊，10几年啦，我所知影有诶朋友真正无法度倒来台湾啊，因为安怎讲伫国外。反叛政府啦，咧骂政府的叛位啦，啊，就是拢是马英九迄阵啊，伫国外拢咧做这代志啊，收集啊，这个情报啦，有些咧单位这个人的情报啊报上来，啊，从啊买回入境，讲因老母死啦，啊，要等来，要送别，唔准。足济咧，啊，这就是，予咱感觉足无奈的所在啦。啊，这拢唔是我家己乌白讲咧，啊，这拢有证据咧，这拢有证据咧。啊，过来，这咱就足清楚啦。美国会甲咱讲，军队因来处理，啊，警察单位交予咱来处理，
所以咱所看到的军队拢在烧啦，是毋是拢在烧啊？啊，摕到足正确的啊！啊，美国啊，你甲咱讲啊，啊，无咱哪会知？咱甲反映一下，啊，免出兵啊，啊，军阀啦，啊，毋是洪仲秋安尼都。伊你若甲死一摆，伊也无咧插你啊！我来甲你讲，因为咱甲讲，恁军队都要啊要烧啊，安那爱都爱军阀，啊都啊煞到死，啊洪仲秋煞到死，才甲军阀才收收起来，啊无伊敢发到，啊这就是事实啦，予大家我会了解啊。伊讲这讲是啥？讲陆战队都遐强，安那要猜测，吼、哦，太强。刘若就是第二个啊，因为安那嘞，较重要的迄个要做啥？迄、那个单位啊，拢美国人咧处理啊嘛，那个。乐山可能讲师老讲过嘛，吼，有乐山新竹的乐山叫做安邦雷达站，雷达站，迄就是啥？咱出钱呢，啊，美国啊来去呢，咱要去甲去，讲袂使哩，恁来甲去，唔知内底要甲创啥物？啊！因要家己去，拢家己去。啊！因咧用，啊！这那事实的呀，吼、哦！这那啊！这就是吼、哦，我吃咱教教啦，这吃咱教教，骂咱，讲咱是台巴子，谢冠啊，谢啊，郭冠英啊，郭冠英。啊，当然，伊这个家己辞职啊啦，吼、哦、啊，起码就是郭冠英也未，干那，伊干那讲，侦查员讲撤职，啊，撤职了，讲嗯，啊，要推我，这拢是啥？这若要搁查落，有当时啊，讲啊，民进党的时确实无路用，啊，因拢从这款的，拢现因违法的代志，拢无个有啦，起码干那迄个。那个叫做那个什么张林慧君哈，还是啥？啊，对了，叫做咱那个侦查院那个以前带的啊，台南的啊去做侦查院那个的提弹劾啊弹劾啊，但是那无到即卖也未有结果。像类似这款的吼，足侪的啦。啊，这我看时间上的问题吼，我看咱来先，这咱来看较重要的所在啊。这拢来复习一下，这啊，咱再来看影片。这大家拢爱知啊。我若出去。先问啦，有当时啊，讲哦，你是学者，哦啊，你是我是专业专家，啊，我甲问讲，啊，你高等啊法院的判决，美国个，唔是咱这个高等法院哦，美国高等法院的判决，你要相信无？伊讲伊唔相信，啊，唔相信都免讲啊。伊若讲相信，安尼好。归纳起来有这五点：第一，台湾人无什么，我咱来复习一下吼，就是第一点是台湾啊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；第二点，啊无世界无承认的一个政府啦，吼无啊无国际承认的政府；第三点是什么？咱人民要受到这个政治的碾压，好、哦、啊。第四点，
台湾咱要是和美军占领中，所以什么代志，美国的代志，拢咱家无法度去动啦。何事奈拖个钱嘛？这那是一个问题啊！大家去思考就好了，吼、哦。这都美国要卖你原料啊，要叫你爱开这条钱啊，吼、哦。这和你去思考吼、哦。啊，伊这都是啥？因遐的做议会啊，国会遐的人啊，甲做咱这边的人，你啥物拢讲好啊？啊，所以马英九会去丢绿卡。啊，绿卡当然会失效嘛。咱就爱去问讲，伊的拘留权伫什么时阵失效？啊，唔是啊，干绿卡失效，大家就信甲讲，哎、欸、啊，这个无代志啊，要搁迄类类。绿卡失效，那个驾驶执照赶快，而且你的护照赶快，有没有失效期限？有嘛？驾照有失效的日期啊？无？啊，你过失效了后，你搁去甲报一份来，会使哩？袂使哩？会使哩嘛？啊，所以伊讲啊，绿卡是伊迄张绿卡，啊，都无用，一年无用，还是过一年啊，啊，都你都失效去啊。所以爱对就爱对啥？永久居留权在什么时候失效？安尼唔才对。啊，唔是讲绿卡失效啊，那大家绿卡什么卡乃失效哩？啊，伊个资格都没有失效啊。爱去问讲，马英九，你的永久居留权什么时候去办失效？安尼才对啊。啊，大家啊，即摆定定定，迄无代志啊！啊，实际上，伊美国吼、哦，我咧担心啦。讲我若底牌甲你掀出来，因都爱收收诶，爱走啊！啊你若安尼时，美国甲咱讲，我们要。和平转移，无会无缝接轨，有甲咱交代者，所以咱咧训练黑熊啊，就是要去接因的侦察局，咱美国这拢交代，啊，那足公开，咱无啥物秘密啊，足公开的。我那直接呼吁。有在看这个节目的那个军警政单位这些人，您要了解流亡政府要结束了，您赶紧来上课，取得啊，这个等于说赶紧取得以后的门票好、哦、啊，你那是限制的啊，以后阮来诶是教养啦。别讲你因为是地方政府的官员，阮就无爱用无这个代志啦。就是讲，你是不是本身爱护这个台湾？你伫台湾替咱人民做代志，然后这两个心。咱拢开放，但是要照我们的程序来啦。无讲恁爱来受训，初级班、高级班，哦，啊来点招，啊你要看要去参加黑熊，还是要去啊政治局、事务局，还是要来考军校，拢公开嘛，啊。无什么用人情啊！你甲什么人较好，甲你介绍得去啊？无安尼啦，咱无安尼啦。所以，才要拜托大家，亲戚五站老县里的
警察单位的、情治单位的都来，实际上咱拢有这些学员啊。我哪会使安尼甲大家讲？县役单位的都有了，但是咱入面人数要不足，所以爱甲大家讲，拜托，回去，伊拄啊伫咧警察局咧做分所长，啊叫伊请一个假日，即三天来上课，啊回去搁伊做伊个代志，啊咱啊搁受训有咧。调你再过来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咱我爱需要，确实要为本土台湾人做代志。因为咱的宗旨是啥？咱台湾民政府的主张，拢开设典礼，咱拢读过啊嘛，吼、哦。啊，咱的宗旨是啥？知影无？就哦，这个咱甲鼓掌一下，足好足好。伊来，你讲一下好啦。咱的宗旨是啥？来，为人民设想，谋福利。谢谢。咱的宗旨是为百姓设想，就是为人民设想。你要做什么代志？然后考虑到人民，咱一定支持。所以，唔只讲爱较少年靠专业来，好、哦，阿咧咱即嘛要来看啊，咱的做三例好啦。安尼诶，第五点吼、哦，对美国行政单位应该主动协助咱本土台湾。本土台湾人就是咱去甲告，伊爱协助，所以咱才伫华盛顿地区上啊，伫遐设一个办事处啊，上这两地伫遐召会，这就是安尼来的。所以讲，咱伫华盛顿地区甲现在咱的办事处拢伫咧。阿姐也甲讲好，咱起码要来三例好啦，好三例好先看者。来，咱来看咱的。新闻报道哈，宣传单、报纸广告，厚厚一叠。权力法案上到处可看到“台湾民政府”五个字。走一趟总部，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。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出几班和高级班。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会有那个证书，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参加研习营，一次6000元起跳，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。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，每张1000元，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。现在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，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，你又拿这一张就可以进去了。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，附上姓名、电话、大头贴，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。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。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，才内阁制，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，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。黄道言，所以才有这个旗子。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，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，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，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，各自独立运作。马英九啊，怎么样？生吞活剥台湾人啊，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。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，你告诉我。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，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，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。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，谁疯了以后就知道了，不要2年你会看得到。冲着马总统而来，带领台湾人独立，号称不从事募款，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，少说几十万起跳，还有自己的停机坪。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？外界都睁大眼睛。三新闻黄玉峰、白乔英桃园采访报道。好，我感谢三立，因为又来采访，伊讲伫什么时阵要放，暗就好，你家在咱落去，啊放一摆就无个放啊啦。
不是24小时在那里办啦，但是我们要跟他complain，我们不是自制身份证，他跟我们说我们自己自己做，我们是美国制造那个晶片哦，晶片的身份证，我们现在来我们现在来办一篇啊，我们去美国访问我们的学员，用这个身份证的现身说法啊，让来看，来。议定、秘书定，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。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，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清楚，秘书定常常非常清楚。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，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们就用 ID，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，我就跟海关说我这边有 ID， 他也放进去 No problem， 没问题。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又几个童心说亚夫亚夫过来过来，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，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。那我们去的时候，哎，怎么要去那里，原来又要到国务院。那国务院呢，我们七个人就进去，那只有用 ID 一放进去，好 OK，我就进去了，这是非常好的见证。这不是高沙组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腰子呢，不是呢，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，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。必须定非常简单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了二，二变成了五，难怪我们告沙主说一二三四也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，所以真的搞混了。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，不要讲好了，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，所以非常千真万确。那其他的活动有阿雷赫。所以早起我甲大家讲，我讲话袂乌白讲，一定拢是有证据。啊，这就是要甲大家讲，这张去美国用的啦。大家若要证明讲你是本土台湾，你摕这张入境，你甲讲我是本土台湾人，去海关讲啊，你甲录一下。正確的啊！我提這張在日本剩的一些南山的啦，要回來在機場，他說要我的 ID 啦，我提這張去日本也接收，把他拿去搬搬的剩的日票，那些南山的都行他，我台币也好，要换美金也好，搁换转来。啊，这就是确实，迄个要做啥？人家用过的要做啥？见证嘛，唔是讲啊，凊彩学别人安尼学别讲讲，啊，伊这拢有，伊做啦56届呢，56届，啊，这人唔是透好的呢。我上课吼，上开化。我迄阵啊想到阿公阿英都啊转来，请因来，拄啊闭幕式，请因来伫遮发表。啊无有诶讲会透招啊，因为本身这个是我是牧师，牧师敢会使乌白讲？
那袂使我白讲，啊，伊是牧师啊，伊家己用过啊，讲出来给大家知影。所以大家唔好讲早起有个人讲讲，啊，你都甲拍台湾民政府啦，去讲我去找诈骗集团遐去。所以爱讲讲，拢用英文咧，拍入去拢用英文咧。后来咱即马。啊，这拢大家拢清楚啦吼，我这啦拢清楚啦吼，啊，这安尼大家看看安尼就好啦吼。啊，起码这起码这变，这才是足趣味的代志吼。迄王金平家己讲出来，咱因遐金门讲要开放博弈嘛，要开讲交。外教的嘛吼，啊来申请啊，王金平讲，哎、欸，中国不同意啊，啊你大家去想看卖，系啊，如果中国不同意啊，你就想看卖，啊这地什么人喺度做清楚啊？啊，这个大家拢知啦吼，咱大家拢知。吼、哦！啊，咱即马特别来互看声，你知影？可能这个较唔知啦。来看，我来看，因为这张这是我画做的啦。啊，那有诶，咧演讲人用着这张，就是我传出来的。吼、哦，这就是什么？伊足清楚啦。要伊讲去见天皇，伊要见天皇的是安怎呢？因要入来啦，啊，迄、那个因外务省啊，因外交部啊讲啊，你要见阮天皇，半年就要拜啊。伊怎透过美国？啊，透过美国，咱唔只会知影。啊，见到天皇讲，因中国经济较好过啊啦，想要来买台湾啦。啊，天皇安怎讲？阮祖先甲即马都无咧卖物件呀，安尼恁足清楚。啊，毋则赶紧用胡帽，啊，紧看夫妇的哦，因遐大量移民来遮，阿伯啊讲啊来公投，咱换这个身份证落去啊，因都无可能来公投啦。这个就是咱爱赶紧。叫大家去换这个身份证啊！啊，这用网站做的啦，啊，这确实的啊。因唔敢讲钓鱼台是因的哦，是固有领土啊。以前台湾是他们的固有领土，甲即卖拢唔敢讲啊。啊，讲起更小嘛，这国际法拢唔知啊，战争法拢唔知啊。啊，旧金山和平条约写较清楚，拢唔知啊。啊，讲起来更少，但是以前迄个朱镕基在做总理的时候，伊讲台湾是我们不可分割的领土，后来点滚头毛，啊，即马唔敢讲啊，因即马拢讲啥核心利益啦，讲台湾是因为钓鱼台是台湾的嘛，这足清楚啦。后来啊，这啦怎样？哦啊，这也要互大家看者。这个跟这个不同款啊！啊，因也讲，因咧做民政府啊。好，好啊，这都因咧去伫迄个所在啦吼。嘿，啊，这我即马吼要甲大家讲，凡是本土台湾人，你若有转来台湾，会记哩，就去台北。啊，这个叫做重庆北路二段108号，电话甲卡去，啊，255-71296，255-71296，伊遐拢有咧演讲，啊，甲有咧办公办事，啊，时间大概差不多，啊，去遐甲指导一下，世界本土台湾人，然后转来台湾，拢去啊。这个啊，重庆北路啊，来办一个身份证，这个
过来啊，新德州的总部啊，在这个啊龟山啊，这个叫做万寿路啦，二段355号三楼哦，这看板啊，较显明呢，吼、哦。啊来，啊这到台中州在彰化办公室哦，啊大家来吼、哦，啊来，因时间关系啦，我啊，这个尹佳兰吼。哦啊，这是啊，尹佳兰啊，办公室吼、哦，伫迄个东区啊，新业路，这个新业路的体育馆啊，台南哎、欸、不，哎、欸、嘉义市体育馆旁边呐、啊，吼、哦、啊，这叫做啊那个新业东路328号，哦啊，电话来使甲卡去吼、哦，啊电话是229-0228 吼、哦，啊，这是05，啊，那附近伫国外诶啊本土台湾人转去，拢来去办身份证吼，啊，这伫啊台南做啦，原早是阿扁诶饭店，啊，咱怎甲摕来用？这就是啥？你看有去过亚洲者好无？两个安尼，希望转下我到高母。坐伫遮个人，我都毋是台南的人。你总是台南有朋友嘛？有啊无啊？拜托，电话甲落去，讲诶、欸，台南以前阿边个饭店，就是即个林森啊，林森路一段169号，啊，毋着去遐看看咧。吼、哦，要啊，林森路要过去啊，做啊，迄、那个伫迄个崩坑卡啦，会进前啦。吼、哦，这是阿边啊饭店的旧的所在啦。希望大家拢会使敲电话。你台北有人啊，有的是啊做啊，台南有人，高雄有人，拢有亲戚五十嘛，所以拢爱用电话甲联络。咱各地拢有啊，那爱这个诶。名片啊，这个内底啊，内底啊，遮拢有啦吼，遮有切切所在咧。那要爱这吼、哦，咱迄个报道处啊，我有咧红提，用提提转去到本外边，吼、哦。啊，过来高阳州吼，啊，甲咱今日啊，那有宜兰哦，有宜兰州咧，哦，宜兰州，那宜兰，那宜兰州诶。好、哦、啊，大家拢拜托啊！会员一定有啊！啊，会员我的二十有去啊，陈哎啦，花莲吼、哦，好，好，哎，花莲吼，安、哦、尼大家有清楚无？因为时间上的问题啦，咱今日到这啊，感谢大家啊，再会，感谢。啊、各位同学，咱即今年课程到这为止哈，啊，麻烦把恁的椅啊离开桌顶放，好、啊，把你们的椅子拿到桌子上面放。啊，回家的路上请注意安全哈，啊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放狠的，放狠的比较好放，好，椅子放狠的就可以了。